我们继续来打新的地狱级。刚才解了成就，现在就用全龙队了，就不需要组其他的那个种族了。然后这里第一关就首先要一个全安，然后不要笑到这个光珠，不要手笑到光珠。然后整版都是光的，差不多没问题。开一个孤盘，哎，发生了什么事？竟然打不死。哦，又没有手交到这个全案，我的越来越不乐观。然后这样子应该就没问题了。还有一个应该也不需要解锁了，他只是锁我的主动技而已，我直接转了。都接转，我这里是没办法了，这里只能靠手转。大概这样子，没问题，我们还有挡死，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就开挡死。哦，不太对劲，30颗，还可以，再来。大概是这样子，还有14颗，顺便洗一洗技能。哇，这里不行了，开个挡石。大概这样子。不要手笑到水、光还有木。3只一起打死，反正这个血量很高，完全不用害怕。我才少少而已，才扣少少血而已，就看那个红绿灯的位置，如果在下面的话我们就从上面排起。龙那个龙科最好是不是带那些可以加秒数的，会这样子会比较好转，除了队长之外其他全部带那个加秒数的，这样就没问题了。
他在这里，我们就下面开始专辑。这样子。这里我们先看有没有三组十字，一组，两组，木是三组，好，有三组十字之后，我们开这个防燃烧，然后再开这个，我开始拍。大概这样子，我们开这个，然后再用一用这个。叠这个叫做光珠，我这里要23连击，不是23颗，之前我还以为是23颗，这个要留着。哦，也不需要狂暴了，我看就手转。就手转，轻轻松松。开一个固板，好了，轻松通关。